麦格理论正快线。大家好，麦格良欣。阿腾讯股咧，股价咧见到一个强烈睇好嘅迹象嘅。咁啊，而家咧等我哋观察佢技术走势图中嘅事件分布啦。咁啊，红色点咧就代表技术走势咧分析咧指标咧系睇淡嘅。咁如果绿色点咧就是、反映呢个技术指标睇好嘅事件。咁啊，睇涨嘅咧绿色点啦，咁啊嘅指标咧达到有10个。另外咧睇跌嘅咧红色咧就有2个嘅。咁啊，可以留意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喺成交配合之下咧突破到100天线。支撑位咧就会喺291.2噶，止蚀价咧就会喺285.45。咁啊，睇好腾讯嘅话，可以留意概率27649，恒指啊395.88。想知道更多技术分析图表嘅资料，可以扫一扫呢个二维码。截至2019年1月9日為止，麥格理同屬機構係持有中國平安，但冇持有其他二手股份，所有本身或以上嘅市盈資本值嘅財務權益。以上資訊由麥格理提供。